2018年8月6日， 2018年的 NBA 自由市场可谓是重磅连连啊，像詹姆斯、保罗、乔治等巨头的去留问题着实惊至了一众人，现在又有一笔惊天地的交易貌似正在酝酿中，开拓者正在计划同凯尔特人做成利拉德换欧文的交易。要知道凯尔特人队中拥有一众全明星球员以及颇具潜力的新秀球员，现在凯尔特人又引入了韦德这样一名实力及资质俱佳的老将，可以说阵容已经是东部最佳了。不想西部球队需要经过鏖战才能突出重围杀入总决赛，凯尔特人现在锦上添花的交易，凯尔特人仍然继续着。由于欧文毫无留队的意愿，凯尔特人高层也是顺遂他的心愿，准备将一新的欧文交易出去，想换取开拓者队的利拉德。虽然利拉德对于开拓者而言是一名核心的存在，也是对球队忠心耿耿，但是自由市场犹如战场，前有德罗赞被猛龙抛弃为先例，我们也难保开拓者不会做出这样寒人心的决策。不管成功与否，这笔交易都是动荡 NBA 界的大买卖，我们静等吃瓜。